快闪。啊，对，星期天嘛，没什么通告上，就来个快闪哦。没错，近期刚推出新专辑的香港天后容祖儿，趁着假日惊喜现身台北静怡区街头，献出人生第一次快闪，要来当街头俏皮苦后罗小白的神秘嘉宾。为什么会想要来这边？觉得开心，就是接近民众，然后让大家知道容祖儿来啦。所以等一下是要给小白一个惊喜吗？小白知道的，我们会合作唱歌。下现场的民众最主要。为了要给粉丝一个惊喜，容祖儿一到现场还先偷偷躲在一旁，就怕被发现。等了好一会儿，才终于轮到天后要上场啦。今天非常荣幸的容祖儿来到我们现场啦！有没有一场荣耀？嗨，大家好吗？好久不见。星期天能够见到大家很好哎。小白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谢谢你帮我拍那个牙牙牙的。今天很开心你可以来，我也很开心哦。我今天是人生第一次快闪，第一次快闪，对对，今天就是要给大家一个惊喜，所以容祖儿来到现场要给大家一个快闪的活动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惊喜到啊？但是我现在就唱歌。好，对，那第一首，对，要带来的是《长大》，对，《长大》。长大了吗？世界不完美吧，拥挤的城市里寻找自己的味道。长大了吗？有没有更复杂？累了时候问自己你好吗？不再傻笑曾爱自己的我，小白帮我去伴奏，好不好听啊？可不可以大声一点哦？第一次的，超好听，好开心。那接下来，我觉得在星期天这个这么开心的时光，来一首快歌好吗？然后我也不介意大家在跳舞，这首歌。其实小白也有参与，哎，对 ，MV 的制作，对对对，谢谢。对，所以现在我们在也表演这首歌，也特别有感觉。看一下牙牙牙的歌词，突然间有点忘词了。好、哦，我、OK， 我也要看一下古谱，没有啦。OK， 我可拿着。好，当冠军。拿到奖金，我努力抓住你们的心。怒海唱着，除了知识也有呀呀，像个像个那么凶，满腔高手一样勇敢，天真纯真的真勇，少年的我再也想不懂。然后惹了。
追类型的跟群众有这么近距离的接触，应该是很好玩的，而且现场的状况每一秒钟都不一样，觉得好棒。对，突然之间所有观众都往前了，不要喊叫，开始下一个 live， 快闪掉！所以现在要闪了，对吧？人生第一次快闪成功，难得可以和天后容祖儿近距离互动，不止让不少歌迷直呼赚到啦，也让天后留下一个难忘的回忆。你说今晚如太长喽，再见，打包打包。